哇哦，最佳华语女歌手，而且真的很难。这一次呢，这个每一个入围的都太猛烈了哈。我们有这个"死亡男歌手组"跟"死亡女歌手组"之称，要甜一点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请看一下这边。好，再请田馥甄看一下正中间，Hebe 看一下正中间。好，再请看一下右手边，右边，好，清一下讲座可以吗？你可做假动作好了，靠近一点好了，好，这样好可爱呀、啊！好，刚刚那个一比有讲哦，其实他是那个爬百岳，可是刚在那个要上台领奖的时候，真的腿很软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这边再看一下哦，哈，好，都可以了吗？来，我们这个新科的歌后，请看一下正中间。好，谢谢，来，马上呢，这个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大家晚安，辛苦了，是不是真的很重？还行，还行哈，但是这个拿在手上，心情是完全不同的，很开心。很开心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在入围的时候，我有说，做一张喜欢的专辑，就像爬一座喜欢的山，是。然后找上喜欢的伙伴一起，感受这个过程。那登山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大景，我说大景就很像金曲奖，因为我们每一次登山，虽然喜欢爬山，但是不一定可以看到天气最好的是，可风能景。不会看到云海，可能也不会看到日对，出，可能是一直在淋雨的，对，就是是享受那个爬山的过过程。程。但是我必须说，金曲奖这个大景拿起来，还真的拿起来了，很好开开心。心，非常的开心。刚真的上台有点腿软了，对，特别是在清风手上，接也不下算手上啦，因为是放在那个平台嘛。是。但是我跟他，我们算是相知相惜的好朋友，所以在那个时候觉得特别感动，然后是，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。不只是得金曲奖，是我的歌唱人生的这个路一路走来，我都觉得很感谢，很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幻旅程。无人知晓这张专辑，这是很不同你以往的这个风格，对。非常感谢所有的创作者，然后还有和乐音乐所有的团队。拿下了3个奖，对啊，然对。后建奇老师、葛大，对，非常的开心。你有没有觉得有？因为入围了7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拿下了3项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很想拿没拿到？每个都蛮觉得还不错，很想7个全部很把它值拿得。走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参与其中，我当然知道大家的努力的过程，对，所以当然觉得每一个奖都很值得。当然我知道所有的入围者都有大家，努力付出的过程对，没跟错，心血对，在所里以这面。种得奖就是平常心，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，爬山的过程，就是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是很美好的。是，但是很开心，这一切都很值得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，这个现在应该很想大叫一下，或者是最想跟谁分享我觉呢？得我很替我妈妈开心，因为你说水费这件事她等吗？许富凯得奖等很久。然哦，后今是。天真的是他的大日子，他的许富凯跟他的女儿，就是都有受到肯定，我相信他应该很开心，所以我真替妈妈的，开心。好，恭喜妈妈喽！好，那最后再次恭 喜田谢馥谢，甄，谢谢谢大家。谢。